Say been paying a little bit, sounds like a YouTuber. That's not an idea, I just say. 告诉一个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地大子。都是这个意思。让他们看下真实的一面。中国又累了啊。不要被大运费啥子这些光鲜的东西哦蒙蔽蒙骗。什么价钱不晓得，那个顶不顶得住啊？说不定明天早上起来这儿飘船啊。摄像头的威力哦，你要走那个这儿右拐过去，可以直接左拐进那个啊？啊，可以。那你湖南的区了吗？南区也没摄像头，不对。你还怕摄像头？不可能。应该摄像头怕你。这样子怕你，主要是怕火还是怕？打起来那两锤子，炸掉！哦，哎。大雨都不能阻挡人民出来喝茶，来立柱。哪口这口子啊？这儿听不到，前头。想不到我还是去踩着，以为今天这应该很多火，这个比平时还多。刚刚后面是停在那个那个上，再拐过去就是往前停那个停车场去了。管一，这管一啊？嗯，这管一个屁啊！这不有车吗？这个家他在让你吗？他以为你往前走。他从那个坡往下走是吧？嗯。哦，那是那么多车哦。有点
我觉得今天这儿应该没得车。是啊。哎，等我们查了个，其实都是在告诉他们屋头人在上班。美的，加上我们这个停车场也好先进哦。好比牛一点。哦，装备咱们这个资源拿水，有多幸福。